me down the street tonight. Sing along by the heavy gym. Jesus help us, holding tight. Ain't got nothing for the quick up come. I gotta go, go like a local low. I gotta go, go like a cannonball. I gotta go, go like a crazy scheme. Susie waiting like a puppy at the door tonight.疫情三年，大家苦哈哈的，我也苦哈哈的。大家每天看我，看了我五年了，在镜头面前。然后在过去这两年呢，我是因为家里原因啊，主要是我当爸爸，所以呢，我很久很久没跟大家吃饭喝酒。一到吃饭喝酒呢，我就跑了。然后我也被投诉了很久很久很久，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二米跨境的成功，其实有很多很多忠实的朋友、读者、观众在支持我们。俗话说，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是吧？那好了，我准备要还了，原因你也知道的。是吧？那我准备还了，还不还呢？我决定，我带饭带酒，你带脑子带舌头，我请你吃饭。我们不聊什么宏观大事，不聊什么苦哈哈的事情，生活够苦了。我们就聊点开心的事情，我们聊点风花雪月，聊聊创业以后的吐槽，好不好？阿米请你吃饭，等你哦。大家好，欢迎回到看瓜记者阿米啊，对，不是，今天是阿米请你吃饭。这个节目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副稿打了好久好久了。那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做过一期，就是我请你吃饭，结果受特别特别被大家受欢迎。大概是大家是平常在跨境中国电商已经非常非常苦恼，非常非常郁闷了，然后想想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然后今年呢，我们终于决定要做这个阿米请你吃饭节目了。简单理解的是，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喝酒，但是你要来给我带有料的东西，跟我们聊聊你在跨境出国电商的创业故事、你的成长、你的压力、你的看法、你的困惑，甚至是你可以吐槽。我们边喝小酒边聊跨境电商，边来聊人生。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啊，请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德国汉堡采访过一个90后的创业者。三年过去了，他跟我一样，同样时间经历了咱们这个疫情。那他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看到的这个广深的跨境出口电商什么？他看到欧洲是什么情况？他在美国什么情况？他自己人生是什么情况？在三年前，他还是个刚刚出生的这个小公主的超级奶爸。三年后了，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事业在发生什么变化？今天我们就来跟这个90后聊，时间差不多，菜要上了，我们去接接客人。说起这个人呢，90后，90年，这么多年了，正儿八经的跟他这聊，镜头面前聊呢，好像是第二次。那个胖子在哪儿啊？胖子，哎呀，来了，胖子来了，来了，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阿米请你吃饭的胖子。中链全球的创始人向雷，向钻，大家好，我是向雷啊。好了，那我们去吃饭啊。好，看看今天这个家伙给我带来，不是我给他，我请他吃饭。走，快点坐。好，来，老板，请坐。菜没有啊？只有酒是吧？酒管够啊。好，你的酒，我的酒，你的酒啊。本来今天还有别的酒，哎，你知道我已经好久没喝酒了。对，自从你开始备孕以后，我们就没喝过酒了。但是现在喝酒就是可以恭喜我米哥了。哎，你知道向磊对我很不爽的，好几次他追着我在深圳说要跟我吃饭，我这躲着要跑。他说：“米哥，你咋回事？跟我喝个酒那么难吗？”对。哎，你们不能理解，他是当了爸的人，我还正准备当爸，好多难啊！恭喜你，现在已经马上要成为奶爸了。啊，我很兴奋，很期待。恭喜你！待会儿呢，菜上齐了，我们跟你讲讲为什么今天我们第一期阿米请吃饭会跟向磊这么一个看着不着调子，但实际上特别特别，其实是有自己追求的这么一个跨境电商创业者。by the way 啊，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阿米你先关注的这个人呢，都不是什么超级大卖家、超级物流商？我认为啊，咱们这个行业还是有千万的这个机会的，尤其创业。今天咱们就跟这个创业开始聊，好，开吃了，好，开喝吧，开喝，开喝。阿米带酒和带饭，你带脑子跟舌头。这个是跨境电商最好的美食节目。先走一个，走一个啊，走一个。好久没喝过你的好酒，我说啊，我的酒，我从他那拿我的酒。
哇，你这个玩有了以后就可以这么喝了吗？我不是叫你干，我好久没有喝向磊的酒了。啊，大家知道我们在2019年，今天我们在开饭吃饭。对，刚刚说，为啥第一次吃饭找你，你知道吗？对啊，对啊，为啥第一次的？你又不帅，也可以帅，又不给我很多钱，是吧？我有女朋友，我有老婆了，你又不能这样，女孩子给我，为啥？你知道吗？为啥嘞？我想想啊，我是2018年年底开始创业，正式创业，啊、也差不多时间。对，我们是2018年11月13号嘛，公司。对啊，我们公司是2018年的2月1号注册的。然后到今天，你看19、20、21、22、24年，对，啊，你也4年，对，我马上就是下个月就4周年嘛，4周年，对对对对对。刚刚在镜头面前说啊，我们说，有一些朋友问我，为啥我们身边关注或者说支持的都是一些成长型的企业，它不一定说超级大卖家，它一年几十个亿的那不用说啊，3、4个亿、2个亿的，还有像服务商的朋友，对。我是这么看的，说我认为我自己是个创业者，创业者嘛，就应该跟创业者在一起，在一起，会有共同话题，对吧？共同的灵魂。我们还睡了一张床，我们睡了一个厅。我们在西班牙一起喝睡了一张床的。哇塞！我告诉你，这真的太痛苦了，我跟你说。镜头外还有两个朋友，但他们不是录节。哎，他有跟你说过我们在西班牙的遭遇吗？没有，没有吧？要向磊，你跟他们说说。就是本人有略微有一些鼾声嘛，是吧？啊，我们米哥跟我身边的好兄弟们都深受其害过啊！大家没有入境的两位兄弟发出了不可言传的声效。来，老板，边吃边聊，对吧？再碰一下，来，来来来，朋友们碰碰一下，碰一下，碰一下，啊，碰一下，碰一下。我跟大家讲讲这怎么回事，好不好？就是。这个酒是向磊，你现在还有在做吗？我没有在做，但是现在可能就做自己的小圈子的朋友嘛，做了就没有做大，就没有去把红酒的这个生意做成一个专门的生意了，就是纯粹是圈子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喜欢酒啊，爱喝点红酒的呀，然后大家会一起聊聊天，喝喝酒啊，包括等一下我们的美女阿妹啊，也经常会到我们公司的茶室，我们会一起喝酒、啊。酒鬼子骗酒喝的、啊，这鸽子脏。对，我们还有个朋友迟到了。就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跟向磊都有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想做一个自己的这个小酒庄，然后当时我们就去了西班牙，对 对，特地去西班牙看酒，对，看酒，然后这个酒就当时带回来的，这个就是西班牙在 Toro 产区的，还比较经典的一款。哎，那个大叔叫啥名字？我都不太记得了。Ontario， 他现在怎么样啊？其实他一直蛮想来中国的，因为疫情后其实他们也很难那个嘛、所以其实包括他自己的酒的生意在中国其实受到很多影响嘛、因为我们这边也确实对于酒这一块，我们可能更多还是在圈子里面的一些朋友，我们没有把它做成。来，请你吃饭。哎呀，哇，谢谢，请吃饭的，好了，这可以的，剩下都是我的了。好，1000家万人次阅读，800家万字，1000家多篇的智库洞察，400家近500家小时，400家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解读，尽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智库阿米跨境。